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Hello, welcome to SyS Mandarin.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林听炫讲演中的几句话。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few sentences from 林听炫's speech. 我会先介绍一下林听炫。First, I'm going to introduce 林听炫。然后我们会听一下林听炫讲演中的几句话。Then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few sentences from 林听炫's speech and explain it.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Now let's get started. 好，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林听炫。林听炫，好，他就是林听炫。他生于1953年，去世于2019年。林清炫他是台湾人，他是台湾人，他是著名的作家，著名的作家，著名作家，著名就是 famous 作家 writer。 好，所以他是著名的作家。他在20岁出版第一本书《莲花开落》。好，他20岁的时候非常的年轻，他出版就是 publish， 出版了第一本书 The first book， 名字叫莲花开落。莲花就是 lotus， 莲花，这个就是莲花。好，开在这里就是 blooming， 落就是 die， 所以莲花开落。林清玄呢，他成为许多人的心灵导师。林清炫成为许多人的心灵导师，成为就是 become， 成为许多人就是很多人 many people 的心灵导师。心灵就是 literally means heart， 导师 advisor， 那心灵导师 spiritual advisor。 因为他林清炫写的文章都非常的优美。好，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林清炫的讲演中的几句话。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而是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我刚才讲到我小时候那么穷啊，可是我8岁的时候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伟大的作家啊，自己每天鼓舞自己啊。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好，那林清炫说，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Your environment can't determine your futur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环境。环境就是 environment， 我们可以说环境很好，或环境不好。好，你的环境，你的就是 your， 你的环境并不能，能就是 be able to， 不能 can't， 并不能。这个并呢 usually goes with a negation to emphasize it。 好，那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决定就是 determine， decide。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决定明年去中国学中文。He decided to go to China to learn Chinese next year. 他决定明年去中国学中文。好，这个就是决定，决定，决定你的未来。未来就是 future， 未来，你的未来 your future。好，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好，那这一句是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Your process can't determine your future as well.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过程。过程就是 process， 过程。
好，你的过程也不能，也就是 also， 也不能 also can't 决定。好，我们刚才说了，决定就是 determine， 你的未来，未来还是 future。好，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而是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而是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而是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而是就是 but。好，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林清炫说，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那么而是，那这个时候他就说 but， 而是你的心的向往，你的心就是 your heart， 你的心，心就是 heart， 你的心的向往。好，向往就是 yearning for， 向往。那你的心的向往就是你希望的事情 ，your desire。所以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决定我们刚才说了是 determine 你的未来 ，your future， 而是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而是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而是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我刚才讲到我小时候那么穷、啊、我刚刚讲到我小的时候那么穷。我刚刚讲到我小的时候那么穷。I just mentioned that I was poor when I was littl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就是 just 刚刚。For example, I can say,他刚刚起床 ，He just got up。他刚刚起床。好，那我刚刚讲到就是 mention， 讲到，讲就是说的意思 ，to say 讲。好，讲到就是 mention。我小的时候那么穷，小的时候的时候就是 when， 小的时候就是 little，when I was little， 那么穷。那么就是 that 穷就是 poor， that poor。 好，那这一句是我刚刚讲到我小的时候那么穷。我刚刚讲到我小时候那么穷、啊、我刚刚讲到我小时候那么穷、啊、可是我八岁的时候。好，那这个可是 here it means but，可是，但是都是 but。 好，那可是我八岁的时候，八岁，八就是 eight， 岁 years old， 八岁就是 eight years old。 我八岁的时候，好，我们刚才说了的时候就是 when I was eight years old， 我八岁的时候。刚才我们刚刚说了小的时候 when I was little。 好，可是我八岁的时候，可是我八岁的时候，可是我八岁的时候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伟大的作家、啊、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伟大的作家，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伟大的作家。 I aimed at becoming a successful, excellent, great writer。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立志。好，立志就是 set one's mind on， aim at。 好，就立志。 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立志当一名老师， He aimed at becoming a teacher。 他立志当一名老师。好，立志。那就立志，这个就indicates earliness， 因为八岁的时候他就立志。 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今天五点就起床了，他今天五点就起床了。
He got up at 5. 那这个 5 o'clock is early, 所以这个就 indicates earliness. 好，他今天五点就起床了。那林清玄呢，他八岁就立志将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将来。将来就是 in the future, 将来。好，立志将来要当，这个要就是 will, 当就是 become, to serve as, 就是当一个成功就是 successful, 成功。For example, I can say, 成功的人 a successful person, 成功的杰出就是 excellent, 杰出。伟大，那伟大就是 great, 伟大。好，那这是伟大的作家。好，作家我们以前说过是 writer, 作家。所以林清玄呢，他八岁的时候就立志当一个伟大的作家。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伟大的作家。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伟大的作家啊！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伟大的作家啊！自己每天鼓舞自己啊！自己每天鼓舞自己。I cheer myself up every day. 好，那自己就是 oneself, 自己。每天就是 every day, 每天。鼓舞就是 inspire, encourage, 自己 oneself. 好，那自己每天鼓舞自己。自己每天鼓舞自己啊。自己每天鼓舞自己啊。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环境决定未来。好，林清玄说环境并不能决定未来。过程，好，林清玄他说过程也不能决定未来。而是向往，而是新的向往决定你的未来。立志，好，他八岁的时候就立志将来当一个伟大的作家。鼓舞自己，每天鼓舞自己。好，那现在我们来再听一遍林清玄的这几句话，希望你能听懂。你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过程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而是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我刚才讲到我小时候那么穷，可是我八岁的时候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伟大的作家，自己每天鼓舞自己。 I hope that you understand 100% this time.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好，那我们下次见，再见。好，谢谢。See you next time.